起来。谢谢你啊，兄弟，你不用在这儿安慰我。我不是害怕，就是觉得丧气。还有那么多事儿没干，公司还有那么多人等着我。看我现在闹成这样。我当初知道自己病情的时候，你知道我是怎么活过来的吗？有个地方比世界上什么药都管用。都在呢。哎，来了，来了，哎，都在呢。那个，这是我老板尹东，他过来视察一下。欢迎。哎，熊姐。啊。过来打一盘啊。哎，我老板在这儿呢，他比我打得好。打一局啊。心脏不行。什么呀？刚才教我打球那小孩，尿毒症都好几年了。啊，他对面那女的，肝癌。这俩下棋的，一个直肠癌，一个支气管癌，这不都好好的玩着呢吗？得了这病了，还有心情干这干那？那应该是什么样呢？李校长。哎，越是得了这个病啊，越得比别人更好的活着，一天活出三天的镜头，才对得起自己嘛。对。他以前是校长，骨癌，孩子们都在国外，一个人寂寞，没事老来我们这儿。哎，这些都是癌症。不都活得挺好，你就应该调整自己的心态，不是吗？我出去接个电话，你坐会儿。